san siddh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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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ddhi hom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仍然讲授金刚心菩萨法。我们谈到这个一个法里面呢，有三个重点，也就是观想、持咒跟入三摩地。那么这三个重点呢，又称为每一个这个修法的一种正行啊，正行可以讲啊，这个就是一个修法，一个法的中心，在观想、持咒跟入三摩地。这里面呢，当然它每一个修行的这个步骤，它都有观想，也都有外在的跟内在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方法跟重要的这些心要口诀。那么大家这个要注意啊，就是说你要知道每一种口诀的这个甚深的内意啊，必须要这个听啊这个金刚上师的一种口传，一种讲授，这样子你比较容易去体会每一个次第当中的啊，它本身的心要。我们现在谈到这个入三摩地，其实入三摩地就是入定，入定就是在修定。我上回有讲过了，一般的佛教徒啊，或者是藏密的佛教徒，他一生当中啊，重点只做三个事情，三个事情在藏密啊或者密教里面呢、啊，只重视三点。一点呢就是持名，持名就是持咒啊，不管这个随时随地，你都是在持咒，叫持名。那么一种呢，也就是在做供佛，供佛啊，做供养，做供佛，做佛供，平时的供养佛供，如何去侍奉佛菩萨，这种供佛的，所有的寺庙里面呢、啊，这个香灯师啊，都是在做供养啊。再来呢，最后一种就是在修定。修定就是内在的，往内的求啊，修出你自己本身的定力，你自己的光明，你自己的佛性。这个讲起来啊，所谓修定啊，就是入三摩地，进到你自己里面呢、啊，看到你自己的佛性，这个都是成就的。所以一个佛教徒啊，密教的教徒啊，密教行者大部分都是持名、供佛、修定，这三个很重要的，其中最重要就是入三摩地。所以很多祖师啊，在这方面啊，下了很大的功夫。这禅定有很多种方法，禅定的方法非常的多，那大部分讲起来啊，就像那个佛陀所教的这个数息法，数息啊，因为这个息啊跟心啊是通的，你息啊，呼吸的这个息啊，越是长，越是慢，越是细，他的心啊就越静止，
在密教讲起来，气，你气很浮的话，你心就动；气很定的话，他心啊就能止。所以有数息法，原根据的道理就是让他精神能够集中，集中在一，在呼吸上，集中在这个息上。先定以一，完全精神集中在这个呼吸上的就是数息法。也有止观法，止观呢、啊？止是什么呢？就是有念头产生啊，你马上就叫它停止。这个密教也有方法的止啊，立断呢、啊，立刻把它断除。密教啊，我们在修行当中啊，一有妄念很多的话，就喊一声配。这个配字啊，就等于把它切断。立断就把是把念头切断，然后呢，渐渐的啊，进入这个定里面，渐渐的变成一种配的话，就很快配，就是把这个念头一刹那之间把它切断，叫立断，就是止了。有时候止是很难的，因为它这个一个念头过去以后，又产生另外一个念头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为了精神的统一啊，就接着再用观的方法，观想的方法。密教里面有讲到观想的方法，因为止不了，你不如用观的。那用观想的方法，就是精神集中在观上面，等到观的非常的顺的时候啊，你再把它断啊，这个就演变成为止观。接着止观双印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止先止，止不了用观啊，观得很好的时候再用止，那么止后又用观，观后又用止，这个这两种的应用啊，就叫做止观双印。那么止观法也是讨论很多的，在佛学里面呢、啊，谈到很多。另外还有一个是自然宽胆法，自然宽胆啊，这个就是很奥妙了。你打坐的时候很自然，什么也不要去想，也不要想自己在打坐，在修定，连自己在修定都不要想，那么一切归空，就很自然，很顺的，很自然，这样子任运下去。宽坦呢，就是心要放哪里，你不要想心放哪里，反正你的心啊非常的宽坦，就是很平坦宽坦，像一面大浮一样，一点风都没有，像一面镜子一样的这个水波不兴啊，那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非常宽坦这一种状态，这个是修定啊很难得的一种功夫，自然宽坦啊，这个又称为啊这个顿超，这个 talk 在自然宽坦任运啊最高的境界里面呢、啊，在密教的大圆满里面。断呢，立断呢，就叫做彻底。Talk 就是任运啊，任运。任运是什么呢？就是自然宽坦的一种状态。所以要入三摩地啊，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啊，方法是很多的，要断啊，要观啊，种种很多的方法呢，要数息啊。啊，金刚数息法，金刚宝瓶器，都是一种修定的一种方法。九劫佛风也是在修这个定的一种方法。那我们密教的观想也是一样，是一种修定的方法。修定的方法是很多的，很多祖师留下来很多修定入三摩地的方法，每个人都要
很仔细的啊去应用。Om Mani Padme Hum。